What's up, 老铁们，今天终于来到了我们的 Spirit Week。 首先先介绍一下我的穿搭，就是体育生穿搭，卫衣卫裤 Dunk 白袜子。一号采访嘉宾是吗？你在录 Vlog 吗？对，好丑的光。你来介绍一下你今天 Switch Gender Day 的穿搭。我今天的 Switch Gender Day 的穿搭是我弟的 Nike Tag， 然后还有我的什么，还有我的裤子是 Lululemon 的。我也主打是Switch Gender Day 采访的第二位 Miss V， 请介绍一下你的穿搭吧。嗨，我穿一个 essential 的卫衣，然后还有一条 AF 的裤子，还有一双 Crocs。 我问你，这个为什么就 Switch Gender 了呢？哎，采访一下我，我有话要说。采访一下你，你有话要说。我之前穿的就是一个 NCPA 老男孩穿搭，你看到我戴了一个这个，然后，哈哈哈哈哈哈，然后这个呢是我从李方乐那里要来的他哥的一个卫衣，就是李方乐现在在穿，就是一个 NCPA 李方可重回 NCPA， 李方可，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男的穿的一个卫衣，所以就是一个 Switch Gender。然后这个鞋呢，本来不想穿这个鞋，但是好像我出门忘换了，然后就还是穿这个鞋。OK， 看一下他们。Let's go， 介绍一下你今天的穿搭。今天我们是那个Switch Gender。对，他背刺我，他穿长裤。Look， 哇，好劲爆！好好好。Switch Gender Day 采访第三位嘉宾。Hello， 你介绍一下今天穿搭吧。我今天就是随便穿的，格子裤美高同款。Yes，and 棒球 jacket 美高同款。这个被你发现了。被我发现了，我们现在要去考语文了 ，Let's go。那个采访第四位嘉宾，我们喷喷。请介绍一下今天的穿搭吧。今天就是性转态，然后的西装，化身一个女总裁了。我有。介绍一下你的 outfit， 全身 all black， all black， 西装。不是所有人都追。OK， 其实今天还是我的语文考试，就是咱们一个有一点不知所措，因为我是第一个讲的，第一个开口的，就是一个小白鼠。和那个鸠摩智对弈，但是没想到后来呢却中了那个丁春秋的邪术，甚至想要拔剑自刎，就是当时也是特别的讲过了，我知道还有别人证明他心高气傲。接下来同学还有什么？比如你学的木头的性格，看两件补充。那我补充一下他的正面的性格吧。其实他正面是机智果敢、自信从容；其二是随机应变、战斗经验充足；其三是面对大人时可以临危不惧；其四是见义勇为。因为今天下午又是这群人上 SA 的 deadline， 所以我们专业团队也这边 lunch meeting。 你是专业摄影师。嗨，最后一节课来到咱们的 Junior Seminar， 其实这节课它就是让我们去做一些大学的 research， 然后我就开始吃零食了，真的很饿。这个是我最近发现特别宝藏的一个 YouTuber， 他好像是一个网球运动员的女朋友，她真的特别漂亮，很辣。来展示一下我今天戴的一些首饰，这个是我的一个新的戒指，这个是我逛淘宝时候偶然发现的，我觉得它戴上就是那种有点点欧美风的感觉，就是这种条纹的我非常喜欢，而且我发现我自己更加适合戴银饰，所以我都会买银色的。我基本上项链和戒指啊，还有就是甚至说
手表、手机什么都爱买这种银色或者白色的，我觉得比较高级。我要笑死了，这一不小心没拿稳掉地上了，这表情也是有点醉呢。下午来到了我们每周例行会议 Stugo Meeting， 因为 Spirit Week 其实是我们 Stugo 主办的嘛，所以我们这个 Stugo Members 他们也是比较积极的参加，然后不断的穿搭。大家好，我是邱海荣的男朋友，没什么好说的，今天是他男朋友。OK， 太帅了，太帅了。然后我今天我也介绍一下我的穿搭，就是招牌体育生。OK OK， OK， 嗨 my vlog， Hello， Hi， Hi， Best teacher ever。刚看看抖音，给你看看。他给我看他抖音，你给系统看什么抖音？等一下。帮我打一下后发一步，老大，我哥，你没有苦吗？没钱了。嗯，很美哦。好的。好，我们现在准备要去建一个网，牛逼，记录一下，321 go。OK， 其实就是我和王雨涵要去借两个排球的网，然后找一个很帅的老师借。Ben, actually we are from Stugo and tonight is our blind volleyball day, so we wanna borrow the net from PE department and we have sent the email to Mr. Tobai. So okay, can you help us to grab it out? This just, you need one? Yeah, only one. Yeah, so... Two. Because we have 2 points each. 对啊，他。哎，成功拿到了网 ，Let's go！ 给你开门，雨涵。怎么说呢？这个 blind volleyball 就是一个又简陋又好玩的一个动作，就是感觉一切都是一个草台班子，有点像垮台的意思。Yeah. 但是 ，What's up， 陈凯欣？嗨的。Yo，Yeah，What's up，Mike？What's up？ Mike 上去当裁判，我这样笑死了。他今天换了两个穿搭，不愧是潮男，潮到疯师。我被王雨涵笑死了，他今天的穿搭是那种美式背心男孩，我要笑死了。OK， 那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了，拜拜。